来欢迎试吃阿妈这个好吃不啰嗦牌凉面啊，嘿嘿，口感绝佳，风味地道，来啦，吃一碗啊，保证你会赞不绝口。嘿，可是没拍价就对了。来哦，帮你料理好了啦，吃看麦哦。是没拍价啦，要过上大碗我吃不完啦。啊，你若吃不完，就甲倒一边啊，迄粪扫桶就好啊啦。多谢你哦。人讲哦，这食物不可以浪费，有钱也不一定要缴税。而且吃不完的面哈，丢掉太可惜了啦，要扣灯来回收啦。我的妈呀，你这个老太婆啊，你可以这样做生意的哈？你比对岸的还要黑心呐、啊！我吃到的到底是什么？这扣扣灯啊，安尼唔加好，安尼等你调去收无菜啦。什么？你以为你在喂猪啊？什么爷呢？你竟然在捡人家吃不完丢掉的？太恶心了！啊，当死呀都嘿！啊，我吃着回收面条哦。哈哈，你知道就好了，不要讲嘿。他干什么在翻垃圾桶呢？该不会是捡这些倒掉的面条拿出来给客人吃吧？你这样太不道德了啦！唔通怕算啦，这盘也是捡回来的。